什么看看给客人带套的，什么叫看看男朋友没有，没有来。这30万你应该认识啊。嗯。这30万你应该认识啊。你认不认？认不认识啊？我没送过不认。好，人就好。昨晚上我们准备跟你爸爸说了，就是你爸爸那个。我为什么不能笑？年龄大了，就是他就是害怕受不了。嗯。我待会儿我会自己跟他说的，不用你们说。好的，我们没有必要吵吵闹闹的。嗯。大家好聚好散。嗯。我为什么不能笑？我想笑就笑呗。搞笑。死就死呗，无所谓。我苦笑什么吗？我想笑就笑，我想怎样笑就怎样笑，还给人家就完了。我会还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还啊。但是让我一口气马上拿出来，也是有一点那个吧。哎，没事，他们谁说都一样的，又不是，哎，还不是都要还的。嗯，你声音好像有60岁了。嗯，小雅。啊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就是你跟大爷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大伟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对你哪位啊？挺好的呀。挺好的，来，你那，为啥子出卖他？我哪儿叫出卖他啊？我就是不想在一起了呗。也不想在一起，那以前我两个劝你两个分开，那时候是为什么不？那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嘛？那现在你是你觉得我怎么样吗？那你为什么你对不起，太对不起大伟了吧？那我之前想跟他在一起，你们又不同意，那我离开大伟，你们现在又来找我，我到底要怎么样嘛？当时我跟你说那时候你两个不应该在一起。嗯。你不听，你要。嗯怎么再怎么说，啊、再怎么说你也不听。啊。后来呢？后来。我现在没有跟他在一起了。那你怎么，你对得起他吗？我又哪儿对不起他了？你们又让我不跟他在一起，一会儿又，这样那样。他没让你吃好穿好，了吗？没有啊，他对我挺好的，他是对我好呀，我没有说他对我不好呀。你太对不起他了，真的。我对不起他，我自己知道，我心里。我又不是要把什么都表现出来，写在脸上吧。当时你两个都是不听我的劝，到最后到后来，你就要离开了他，他为了你付出了好多。嗯，我知道，我心里面清楚。清楚你为啥子做他对做对不起他的事情？那现在我就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，有什么吗？那你不想在一起，就是我们遗嘱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别先给了你好多钱，你心里面应该清楚。嗯。但是我们要3倍退。嗯。30万就是60万。好啊，退就退呗。不是，光是嘴巴说就算了这个。我知道，我会拿出来的，不用你说。你抓得着住吗？啊？你抓得着住不？我为什么做不了主啊？哦，那就交上就把钱全部到位。嗯。你是真的没得良心的。我没有良心。大伟以前对你这么好。嗯。我没有说他对我不好呀。你就是太狠心的女人，真的。我不想跟你多说。那你们当初的时候，不想说了。当初就是为了你，大伟我两个吵了几天。嗯。大伟已经为了你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大伟我两个搞起我两个的，他对我太那个冷漠了。现在你要离开他了。
你说你有没有良心？我离开有错吗？我不想在一起和有错。那你马上把钱给我。我又没说不会。还你给你也得给我个时间吧，又没让我马上拿出来。那我给，当时我给你的时候，你，我跟你说过，跟你爸爸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跟我几个时间没得，我一次我没到一次给了的。嗯。你现在这样的太对不起他了，还有这个钱你想给不想给的样子。我没有说不想给的样子啊，我说了我要给，但是我需要一个时间，好吧？需要时间，你说你刚才不是说今晚上就给啊？我没有说今晚上，你是你在说今晚上啊。我说我会给。会给，我知道会给，话话是怎么说都可以的。我也不需要别人帮我还，我要自己还。你不是说你男朋友这后面这个男朋友比大伟优秀，比大伟有钱？是优秀啊，是优秀。哦，那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，喊他马上拿钱出来。我不想让他拿。你就是靠男人。哈，我就是靠男人啊，怎么嘛？我喜欢，我乐意啊。我们大伟没得哪个地方差。我没有说他差呀。对你已经够付出了，你就这样对他。我又没说他对不起我。你就是见一个挨一个。嗯，见一个挨一个，对呀、啊。欺骗人家的感情。嗯，欺骗。没事啊，给，但是要需要个时间吧。你让我马上拿出来，我没有哈。哇。啊、哦，大伟，你看免提呗。啊，就是，啊，说呗，在哪儿就说呗。就是我到这个。